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漆黑的魅影，而家就嚟到天王嘅，咁我就60level啦，都系冇乜点升，因为都好难升啊，所以我就决定咧，用呢个60level平均队伍就去打赢呢一个龙蚁天王啦。咁其实应该都有啲机会嘅，咁啊最惨咧，启暴龙咧，我哋启暴龙咧非常之低速，得109嘅啫，火爆猴都快过佢嘅，所以佢嗰个嘅龙咩啊？龙星群基本上就冇乜作用啊喺呢度，因为都唔够人快。佢一招龙技，我只启暴龙基本上都至少大半脱啦扣咗，咁所以应该都冇乜点，应该都唔会出噶啦。启暴龙呢一弯好，咁对面就有启暴龙嘅，都有踩佢，又有冲浪啦，咪唔好理佢住。呢度再踩多脚，好狗血跳。哇唔中，最惨就系呢啲岩崩。好，化石飞龙咧，化石飞龙就系岩石飞行系啦。咁如果用启暴龙嘅话，就系怕水，照用巨钳蟹啦。之后用岩崩，佢又用岩崩，好嘢！我估唔到呢个巨钳蟹都几犀利，其实。之后岩崩啦，赵龙，只要唔好惊就得噶呢度。好啦，七只青鸟继续上巨钳蟹，岩崩，哇发光啊！呢一度要开保护啦。之后潜水，好潜得切，哦争一下，咁就蛮力。潜水啦，冇蛮力啦，好得啦。咁之后佢会用神鸟嘅三头龙呢度都系比较麻烦，因为佢嗰个龙星群实在太屈机啊。基本上我只嘅火爆猴一下就会打死我啦。呢度几身中指啦，好唔中。之后就保护先，佢用大字烧嘅，但我已经练马已经死咗啦，咁啊开到下保护咯，好开啦，好啊，之后就唯有鞭佢啦，中我烧就一定死你咯。之后用边只好呢？巨钳蟹，巨钳蟹啦，好，之后补一保护先，我知波动，蛮力，喂都死啊呢度。咁啊，火爆猴啦呢度，够唔够快呢？唔够快，都顶唔住，唉，真系好啦。呢一度就一定要龙星群啦。好嘅，晒我唔死咪得啦。之后下一只就系暴荣猿嚟嘅，暴荣猿嘅话咧，飞行系。飞行系同埋龙系嘅，咬佢，咬磨一磨血先啦呢度，大自烧会唔会快过佢咧？我呢度，哎，三米，哎，好嘢，赢到啦，终于，啊，终于打冠军啦，好，先磨血先啦 ，OK。元气药块、元气药片啦，真系好难打呢个天王呢对嘢，真系。其实系因为咧，我启暴龙冇兵，冇呢个急冻光线啊。如果有嘅话，应该好快打得赢嘅。我 check 过咧，急冻光线系冇咩机会攞到啊，系要去二周目先有得攞嘅，所以冇办法攞到啦。同埋顺便睇埋呢一个 PP 先啦，我记得有啲 PP 冇啦，系啦，岩崩冇啦。近身拳击冇啦，龙星群飞跳，好、哦、好多都冇晒啊！近身拳击，近身拳击要换，就边招啊？岩崩啊嘛，好似 ，OK， 龙星群同埋好，一回埋龙星群啦。好，搞定啦！而家就全部技都差唔多啦，咁啊飞跳就唔好冇理佢啦。
咁一开头都系烈焰马出先啦。系啦，烈焰马出先啦，最高呢出先啦。欢迎你，我系米可利啊，战胜咗罪恶，好，而家展示俾你睇。我一嚟刺龙王咯，咁呢度咯，唯有转只蟹仔寄生种子，顶得住啊！呢度睇嚟都 OK 嘅，铁壁开铁壁先。好，之后就保护啦呢度。不过都要留意住呢个 PP 嘅 用量啊，得七下，咁啊唔好用住啊呢度。哇，好嘢！招草技真系好劲呢一只嘢嘅，强力鞭可以扣到一半都几犀利。其实好得啦，搞掂，搞掂第一只沼王 ，OK， 沼王就掂啦。怕草嘅又系一下基本上死硬，系啦一下死。鲤鱼龙嘅话就系怕雷电，如果佢系鲤鱼龙嘅话，我呢只都比较危机，转启暴龙。呢个十万福德，哇唔好麻痹啊！好搞掂，美纳斯。咁如果系美纳斯嘅话，梗系用呢只啦。不过相信佢嘅话，都会系一个干扰型啊，即系话咩猛毒啊、自我再生啊、保护我呢、保护嗰啲冲浪、自我再生、急冻光线嗰一类啦。之后边佢得啦，一下搞掂。洛天河同就系水草系，水草系嘅话就可以用火爆喉。而呢部咧得两只啫，应该赢啦呢铺。我估唔到呢个都易打，其实龙嗰个先难打，我觉得冠军反而易打。OK， 电灯怪最后一只就系呢个水电嘅鱼啊，水电嘅鱼咁就点呢？要用咯，猎人斩搞掂。咁我呢度 save 一 save 先，因为我惊啊，唔好呢度唔好 save 住，因为我惊我 save 唔见咗。OK， 好嚟啦，好啱都结束咗啦，你赢咗冠军啦，哎，恭喜晒，改口啦，冠军，恭喜你啊！呢间火咧联盟冠军啦，好啦，写低你个名啦，要唔要通过 ？OK， 通过。哇，真系好呢、這个有咁嘅设定啊，因为我就系惊呢一个问题啊。完咗之后就冇办法玩，即系冇嗰个嘅通关存档系非常之麻烦嘅。喂，你好啊，好耐冇见啊，睇嚟变强咗，输俾你噶，唔会哈奇啊，搭船飞啊嘛。好，我翻去啦。啊，你老豆啊，好耐冇翻屋企，翻嚟就讲嘢啊，应该留喺屋企噶嘛。不见你咧继承咗我嘅冠军之位咧，你要啊做嗰啲住做呢个嘅冠军之务先啊。有冇听过魅影摩天楼嘅计划？嗰、那个神奥地区管委希罗娜小姐提出嘅。建立了一个多地区联合的管专和冠军联合竞技的世界级平台，之前在合众地区的 PWT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应。合众地区的话就是黑白了，如果没记错。所以今次不单止邀请每个地区的管专和冠军参加，同样天王都有机会都会参加的，看来是一场盛会来的。哎呀，讲了很多东西，是这样的，之前已经邀请了各地区的冠军了，已经来到丰原地区了，应该是这个弹咗啲嘢出嚟啊！应该咧喺呢个各自嘅秘密基地度，希望可以拜访佢哋啊，系咪一齐？系咪都会嚟参加？佢就话具体嘢，等我同你讲咧。我喺水静市嘅摩天楼嘅门口等你。而家开始咧，变好似你老豆咁忙啦。喂，爆炸性新闻啊！插播一条咧紧急新闻啊！喺丰原地区咧，好多地方咧送来嘅目击报告称咧，有人见到咧天空中有呢个彩色嘅精灵飞过啊！而呢只精灵咧身份咧依然不明啊！下面咧继续播放正常嘅节目啊！好，咩颜色？呢一度就系拉蒂欧斯同埋阿斯拣啊！我梗系拣红色啦。好 ，OK， 哇，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！俾个图鉴你咧。好，识全鉴全个模式嘅。OK， 之后嘅话咧，阿希达阿破浪，唉，啲废话唔睇啦。我记得要而家要去呢个摩天大楼啦，即系魅影摩天大楼啊！咁之前喺呢度好似有个梦研究所嘅，可以入去嘅，唔知打完咩可以入去啦。咁先攞只飞行嘅出嚟先，啊冇个黑鹰出嚟先。好，水静，
之后换翻武黑。其实呢一队打赢呢个天王咧，每一只都有佢嘅作用，我觉得都 OK。我反而系估唔到咧呢个巨钳蟹嗰个作用都几高下。好啦，之后就系摩天大楼啦，天风之路。呢度冇啲咩行啊？有喎、啊，有间屋仔。欢迎光临啊！请问要学啲咩啊？我呢度正喎、啊，技能呢、這个技能屋嚟喎，几好喎、啊。咁啊正啦，睇一睇先啦。鬼火痛苦平分呢啲唔需要嘅。网状哇呢啲蛮力铁壁痛恨帮手高速移动飞跃蛮力边个学得啊？快龙学得唔需要啦，启暴龙学得。下踢头锤打落刀背打光合作用龙击轮，好啦，唔需要呢啲全部都，全部对我嚟讲都冇乜用。对我对嘢嚟讲，呢一度应该有第二个技能啦。魔爪雷牙雪崩吸收拳，吸收拳都喂冇只学得。真空波妖风，妖风系咩嚟噶？哦呵，呢一招呢、這个嘅鬼系嘅风，幽灵之风啊！如果冇记错。龙之波荡不易打隐藏石呢一啲系干扰噶啦，欺空草成结阴影爪液态尾巴呢啲都系冇咩用。欺空呢个有嘅咩？我记得欺空好似系新版先有黑白啊，系咪咧？我都唔系好记得啦。不过你嚟咗啦，之前同你讲过啦，之前都同你讲过，希望咧你可以去拜访一下来访嘅冠军啊，确认一下咧个天王。同埋呢个馆主啊，系咪都会嚟呢个嘅盛会啊？目前已经确定有嘅咧，就系阿 Red 咧，同埋阿小茂、阿 Green， 应该系流星瀑布入口附近啦。成都地区嘅龙天王冠军道，佢嘅秘密基地喺120号道路度啊。呢个希罗那咧，佢又想喺呢个地区咧揾一个大黄鱼，咁我谂应该系119号道路啦。合众地区亚大克同埋艾利斯，亚大克好似系。好像是黑白一的冠军，黑白二的冠军就是艾利斯111号。当然还有方圆地区的李昂和大吴，自然就不需要特意拜访了，因为已经知道会去了。好，现在要去找他们真麻烦。有些这样的寻人事件居然会有，但我已经不太记得有些什么了，我只记得 Red 在、流星瀑布那里。流星瀑布，会唔会系呢一个位咧？因为我见到呢一个位系新开嘅，咦？大唔喺度喎，我记得大唔好似喺呢度打嘅喎。不过你竟然知道我喺度啊？你系咪都系认为我系一个化石狂人？唔系啊嘛？我哋喺咧宇宙中心战斗过，你应该好清楚我实力啦。我唔想同你比试喎。我嚟嘅目的系揾阿 Red 同埋揾阿 Green 嘅，就唔系揾你啊，大。好。咦，我唔系好见阿 Red 喺边度喎？定系唔喺呢度咧？其实，啊，会唔会系头隔篱有一条瀑布？我见到头先嘅瀑布好似有得再上，冇理由啊。好，咁我就翻去买一买蚊怕水嘅。咁佢就话咧喺流星瀑布入口嘅附近，咁我唔知系咪另一个门口啦，因为佢有两个门口嘅流星瀑布就，咁我试下喺呢度上去睇下会唔会见到佢啦。阿 Red， 好，诶呢度冇啊，似乎呢度啊，系啦，你两个匿埋喺度做乜嘢啊？好，等下 Green 讲先啊。哦，你就系嗰个新冠军啊，嗰、那个风源地区，睇你咧都唔系好劲啊，同我听住啊，我系曾经系关东地区冠军啊。虽然咧拜阿 Red 所赐啊，嗰个只系一瞬间啊，但我唔会认为输俾嗰个嘅，唔好俾我嘅实力吓亲啊！馆主天王会出席，唉，我帮嗰个寻日嘅家伙讲咧，佢哋全部都会出席噶。不过如果你想挑战我嘅话，佢哋应该不值一提啦。搵我仲有事，我可以对战喎，咁有趣。阿 Red 唔讲嘢，这是什么水平的耐性？无用的玩具。好啦，我先 save 啊，我想睇下。看看 Red 几多叻，好对战62咧，唔会够我打啦。62咧，应该啊，应该唔会输啩。62咧，好76，卡比兽就系用火爆喉打啦。哇，我唔记得带重系，海重冇带到。好，
喷火龙就应该就用水咁，但冇水就启步龙啦。冲浪，龙之波动啊，我顶得住嘅。贝贝龙，贝贝龙嘅话就火爆喉，急冻过，哇好痛！近身拳击地震，近身拳击，啊震一下，咁啊马仔啦用，踩佢。水箭龟叶衣背，搲佢气合弹，好在顶得住啫，如果唔系就死啦。喷火龙火马，一脚踩死佢。诶，赚啲赚啲，又回血。相信应该迟啲都系会系咁见到啲天王同埋古怪系咁回血嘅，踩死你。比加超啦，比加超不值一提。哇，下马威顶得住阿马碑，好可以不断打我呢一个位，唔错。好，跟住要去边呢？死啦，我已经唔记得要去边啦。又要翻去睇一睇，好似系咩119号同埋120啊。成都地区是120号，是啦，120、119、111是吧？咁就去咗111先啦。111喺边？111，我呢度，哦，上面，咦，咁咪真系又要爆石？好，我谂到方法咧，就系喺富焰镇度行过去啦，唔使爆石。好，111呢度啊，谂晒嚟会喺呢个塔度啊。又或者是在出面度，好，啊呢度又是麻烦嘢，呢度要用单车过，好，睇下先条路，咁样啊，好啦，好，呢度，啊又要爆石，我睇下佢哋识唔识学先，不能学。剛才我就想啦，应该不会在个塔度，所以呢我就去咗第二度啦。咁睇嚟係啦，呢一个係黑白地区嘅冠军，第一代黑白第一。咁呢就新冠军同埋真係呢充满朝气嘅年轻人啦。我呢流浪四方嘅旅者呀，合众地区呢呢个冠军嘅称号呢，终于呢个托付俾超越我嘅下一代年轻人啦。管珠同埋天王都出席呀。阿练武同埋谭竹唔識。唔记得啦，已经。现任天王咧同已经退任嘅管主应该可以参加。至于而家嘅管主啊，估计咧嗰边个姑娘咧会适合过我。嗰位姑娘边度啊？哇，咁多嘢讲。哎，艾丽丝喺下面。啊，你有艾丽丝啊？系喺呢个遥远嘅龙之故乡成长嘅，所以我最中意龙系啦。哇，原来呢一个地区嘅冠军啊，有时间要你抢啦。管主系咪都可以嚟啊？我谂下先。哦，佢哋应该可以全部参加嘅。冇嘢，冇嘢，唔揾你啦。之后就揾希罗娜啊，119啊，119，哇，好远啊，119，要喺呢度落去啦，119，要打呢个添。好，揾咗好耐，终于喺呢度啊，希罗娜喺度啊，系啦，希罗娜喺度。啊，你一定系冠军系嘛？我听大唔同系咪？可你听过啊？果然系出色嘅训练师啊！我系神怒地区冠军希罗娜，你手入面咧精灵图鉴啊！我都曾经帮博士收集过，我都曾经做过孤吏，做跑腿啊！见到咧我就谂起嗰时嘅自己啦。哎，唔好意思啊，好似讲咗啲无关重要嘅嘢啊！出席嘅事放心啦，所有人都可以出席噶啦。终于拉开序幕啦，真系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嚟场战斗。好，希罗娜主力嘅话就系佢嗰只嘅利亚六沙。OK， 入去睇一睇先啦。最紧张嘅嘢都系要入去睇啊！啊，你嚟咗啊！之前同你讲过，讲哎，仲有阿道啊，120，搵埋阿道先。佢嗰啲位都比较麻烦，即系要搵诶120，哇，条路都好长下呢条。好，见到啦，就喺呢个游水之后去个位置啊，咁啊入去睇下啦，搵阿道。哇，黑色卡姆里基亚同埋普通里基亚嘅。呼吁我一直等紧你，我系成都地区联盟冠军龙之使者道，希望你咧拥有同我龙军团咧相匹敌嘅神力啊！
冇令我期望失落呢个嘅期望落空啊！剩低嘅股主同埋天王嘅出席咧，全部都冇问题啊！想必佢哋咧对于呢个盛会咧都系期待嘅。好 ，OK， 全部都出席啊嘛，肯定啦嘛，你班友。好，终于做完功课啦，终于可以入去啦嘛，而家。我拜访晒，辛苦晒你啊！全部都参加真系太好啦。咁样咧，不出意外咧，冇耐咧就可以揭开呢个嘅序幕啦。魅影摩天楼挑战赛啊！冠军大人啦，我系联盟中你嘅部下。哇，有部下哦，原来呢一个版本有部下。有挑战者出现啦，呢个咧挑战者实力咧好似唔寻常啊！而家咧佢喺四大天王最后嘅原子大人咧挑战紧啦，已经咧处于上风啊！快啲翻嚟！真系少见喎，居然咧走到冠军面前嘅人咧屈指可数啊！而快啲去联盟度啦，展示你嘅实力啊！哦，嗰个叫盖奇斯就喺前方阿小六系嘛？哦，系啊，呢个高超跑嘅念力波有好强嘅反应，唔会有错。咁啊，先去打探一下咧。阿 Red 前辈，阿 Red 唔会讲嘢嘅，你系特别偏个 Red 系嘛？应该系啦。好。既然要去嘅话咧，不如我都一齐去。你嘅战斗力咧，自然咧放心啊。但系今次单独去有啲危险啊。我、呢个蓝小蓝啊嘛，小蓝姐都要去啊，咁我都去啦。阿小黄，我哋需要咧有人话俾你听后面嘅人嘅情况啊，所以咧要留一个人喺度啊。但系咧，阿金佢哋咧仲有一段时间先嚟讲到，哇，原来我冇玩已经有咁多剧情啊，呢个特别篇嘅。好，好啦 ，Red 哥都系咁嘅。哎呀，果然系 Red 讲嘅嘢特别有效嘅。唉，一如叫我烦人嘅女人。你冇事就好啦，快啲联盟啦，祝你咧卫冕成功。我冇可能会输嘅，我唔会输嘅。好，等我换翻啲精灵先。如果用呢啲咧就一定唔够打啦，用嗰两只嘅话。好，睇睇先 ，OK 啦。好，冠军大人终于翻嚟啊！今次呢个合众挑战者咧已经赢咗全部四天王，等紧你啊，好有实力啊！乜水啊！第一次身为冠军啊，你知合中地区噶，唔知乜料咧？我系阿 N 啊，原来系方圆地区嘅冠军话，似乎你嘅精灵咧好信赖你嘅，系啊，我可以咧识得读呢个精灵嘅心声啊，呢、這个与生俱来嘅能力，正正系因为呢个特殊嘅能力啊，为我带嚟咗唔同嘅命运啦。我的名系 N， 嚟自合中地区嘅挑战者，为咗咧能够更多咁了解世界唔同嘅想法，我选择咧到咗呢个远离故乡嘅地方旅行。不同人的想法彼此交汇啊，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啊。而我想咧，精灵女子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啦。冠军啊，接受我的挑战啦，阿 N， 好，阿 N 都不是话难，都唔系话易打嘅呢条友，呢条好劲，佢啲虫烧佢，好，钢鼠照杀啦，钢鼠真系烧死你。最怕佢有啲咩气息头巾嘅支包刺瓜，咁就系用地面打啦。不过佢系有嗰个坚硬嘅特性，所以系唔会死嘅。好癫啊！啱咪癫？地震先啱。哇，唔好啊！好，已经死啦，我应该中咗麻痹嘅话，好死咗。如果系咁嘅话，就用火马啦。好，咁呢度加速先。咁下一弯应该都系最高速游啦，雪妖女好，应该可以成功卫冕啦。好，呢、這个鬼灯就用水打岩崩影子球，哇好痛！咁启暴龙啦呢度，冲浪影分身，好揸下三头龙啊！三头龙嘅话应该要走啦，但系佢一定会有呢个大紫烧嘅龙星群，好俾佢开先嘅系，咁嘅话就用呢只啦，先睇下佢出乜技先，系啊，识出大系会出大紫烧嘅，好，咁啊大镬啦呢一度，十字剪佢先啦，啊！顶唔住啦！唔系话居然输俾呢条友，堂堂冠军居然输俾佢，跳啊唔中啊，仲要我第一个挑战者已经输咗啦，呢度冇理由嘅。等我谂下先，佢第一只系佐罗亚克，就用格技打嘅，
咁我哋用一开头梗系用只火爆猴先啦，不如好，应该唔会输啦啩？好，得啦，我要打死阿 N 啦。好 ，OK， 佐罗阿克近身拳击阴谋好 ，OK， 三头龙。唉，我唔夠佢快。如果係三头龙嘅话，就直佢就会有火技嘅。呢一度用炎烟背打啦，十字剪。哇，打唔中，顶唔住啊！呢度踩佢，好踩，就用踩多下。不断踩佢啦，不如就系咁令佢威，系咁令佢害怕，然后再用大火打佢。但我惊打唔死，用大火，我不断用普通技踩佢啦。好得啦，最麻烦就系呢只嘢，呢只嘅三头龙。如果三头龙死咗，机会咧赢嘅机会就会大增啦。我得翻五血，呢度用边只好呢？用你啦，大家都系降系，好，整个几身中自己弹先，之后就保护啦。金属音偏佢，好，正凡保护，十万福特，点算好呢？呢度偏佢啦，大爆炸好啊！加农炮唔要啦，加农炮就鬼灯。如果系鬼灯，就一定要换啦，换启暴龙。启暴龙龙星群，冲浪，冲浪啦。好，之后转用龙星群。好嘢，揸只雪妖女赢啦。OK。好，搞定。呢个精灵好开心啊，因为可以同你一齐而开心啊。你令我想谂翻起你嗰个训练师啊，嗰个名咧改变咗我命运呢个轨迹啊。训练师啊，我曾经一度认为咧精灵球精灵咧被精灵球所囚禁啊，需要将精灵解放出嚟啊。但真正嘅被囚禁嘅人恐怕系我自己啊。被囚禁喺呢个只有自己狭小世界当中啊，睇唔到呢个世界真正嘅姿态。我唔想再被谎言同埋偏见咧所蒙蔽啊！我想再揾到咧真实嘅理想啊！我嘅执念咧曾经一度超过咗冠军啊！但我被嗰位嘅训练师击败之后咧，佢因为咧呢一种失败而触及咗新嘅可能。好庆幸咧，当时我咧冇继续因冠军一职咧而继续被束缚落去啊！而更多新嘅可能性咧失之交臂。好多谢你，冠军。你同你精灵嘅基本咧系好完美嘅公式啊，帮我睇到新嘅可能性，我要继续去旅行啦，继续追寻我理想中嘅真实，但愿我哋可以再会。好，今日完啦，因为冠军一直俾人束缚落去，更多新嘅可能性失之交臂啊嘛，就系咁时光飞逝，我继续作为咗一个冠军而努力住，但就好似马可尼先生咁讲啊，真正有实力嘅挑战者咧根本就冇啊，好似 N 咁嘅挑战者又再也未见过啦，日复一日嘅无怨念。卫冕同埋枯燥嘅积务啊，令我谂翻起曾经嘅嗰个不断探索同埋努力嘅以前嘅自己啊，企咗喺终点失去咗方向，或者应该好似 N 咁讲啦，因为冠军之职嚟而俾人束缚啦，更多新嘅可能性咧失之交臂。对于嘅自由向往开始渐渐沉淀啊，杂聚，终于做出咗呢个决定。喺你想要辞职啊？点解会有啲咁嘅谂法噶？已经谂咗好耐啊嘛，你令我谂翻起大五啊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尊重你嘅想法啦。咁我听日咧就会接翻俾佢。好啦，为止翻到原点啊，但心灵咧唔会翻到原点啊。新嘅旅程咧会再次拉开序幕啦。喺联盟冠军之间咧，等住米可尼嘅我咧，就咁样谂，唔知点解突然感觉到咧未知嘅寒意啊，思绪咧随住冻结一样啊。然后咧，神秘声音咧再次喺脑海中响起。呃人啊嘛，小呢、這个 Red 前辈，哇！呢、這个火箭兵团嘅音乐啊，好，你想做啲咩啊？无论系精灵或者呢个土地
都会有呢啲啊愚蠢嘅人所占用啊，系时候啊将呢一切啊重新收回到等离子团。等离子团系咪黑白嗰个啊 ？Chris 占有讲咩笑啊？你将精灵当系咩啊？想黑爆炸太郎，等等阿金唔好冲动，我完全唔知呢啲咩人嚟嘅。好，嗱，我嘅挣扎将佢哋全部冻结啊！呢个系冰龙啊，水晶姐姐。好，互相犹豫啊，快就米拉特。至少等阿布莱克，呢个系最后听到嘅声音啦。引导完成啊，记忆程序咧，呢个引导程序已经结束啦。好，点啊？呢个变到啱啱醒，哦，已经醒翻啦。OK， 哇吓一跳啊！引导啱啱完成嗰日就可以落翻地啊！骨骨都系啲唔科学嘅人类啊！好，阿罗伯斯真系醒咗啦。唉，终于醒咗就太好啦！咁样咧，我就会开始得到救赎啦。唉，而家唔系讲呢啲时候啊。你阿妈阿爸咧已经唔知道等咗几耐，我而家叫佢过嚟啊！哎，佢哋一直喺门口等紧你醒啊，甚至你老豆啊谂住辞职添啊！你醒落一定开心到黐线嘅。好，哎呀，终于醒啦！哎，咁大个仔啊，仲令家人担心，不过醒嚟就好啦。盖奇斯，你嘅道路嘅前方一定会有咁嘅光景出现啊！果然呢份力量啊，喺嗰条路嘅前方。好，灵魂冻结，你系话嗰个黑手嘅阴谋啊？啊，我唔系好确定啊。侵入记忆引导同埋将呢个灵魂冻结嘅，究竟系咪同一个人做呢？背后嘅黑魔咧唔止一个势力噶，啊，我的确好担心呢一点啊！如果咧冻结嘅人咧发现我哋试图咧解开嘅，咁我谂咧应该就会再冻结一次啊！而且如果嗰个冻结灵魂真系阿克罗马先生所讲嗰个人咧，我应该会谂办法咧冻结呢一个世界啊！只系针对一个人咧，好似恶作剧一样嘅干扰，都唔似佢作风啊！阿克罗马先生，你识呢个人噶？我曾经一度迷失咗方向啦，因为研究者嘅好奇心啊，所以睇到佢前方嘅道路啊，因此系协助过佢啊。叫盖奇斯啊，呢个首领等离子团嘅真正首领系啦，黑白嘅等离子团，即系有个盾牌嗰个标志嘅。而且嗰个咧可以冻结灵魂嘅力量咧，应该就系最强冰龙嘅力量啦。咁但系你一定要同呢个人咧做了结先得，佢而家系合众地区系嘛？唔系，如果我嘅谂法系啱嘅话咧，佢恐怕咧都唔喺呢个世上。佢死咗啊！我唔系咁嘅意思啊，解释嘅嘢有啲麻烦啊。你识唔识嘅创世神话？但佢咧略知一二嘅皮毛啦，算唔上咧特别了解嘅。咁咧我都知嘅。创世神话咧提到三个嘅主之嘅世界之树所延出嘅，其中咧就系呢三个啦，彼此缠绕不断生长，以心灵咧引导啊，以灵魂咧承载，呢一个就系一开头睇到噶啦。咁啊，延伸出无尽嘅可能啊！目前咧最普遍嘅解读咧系平衡世界理论啦，即系我哋所处嘅世界啊，即系众多可能性之一嘅啫。好，有住唔同嘅平衡世界，平衡世界即系话有唔同嘅世界咧，都有住自己嘅存在咁样啦。好，哇，真系好长啊！剧情我读到我口水都干咁滞啦。咁我哋系咪冇办法睇到平衡世界噶嘛？一般咧睇唔到嘅，话晒咧嗰啲诶被舍弃嘅可能性咧，对我哋嚟讲咧可以咧认为唔存在啦。但有时候咧，其实望到嘅，望到已经系话唔可能嘅事啊。唔通系话系啊？喺梦入面咧，身体与心灵咧都进入沉睡啊，灵魂咧就会自由啊，咁咧就可以睇到平行世界嘅可能性都有嘅。睇到嗰啲咧，对于呢个世界嚟讲冇可能嘅事情咧，即系大多数人咧喺醒嚟之后咧，彻底否定咗呢个梦境啊，将佢哋当做唔存在嘅幻象啦，又或者系忘记咗梦境。哎呀，好头晕啊！系讲紧梦幻啦，梦境咧其实系真实噶嘛？我哋应该点样咧定义呢个真实呢？我哋睇到嘅就系真实啦，其实定系感觉到嘅就系咧？咁注定感觉唔到嘅存在咧，同埋感觉得到嘅实际并唔存在嘅幻觉咧，又点样定义呢？佢啊，总之咧，平行世界咧可以话系梦可窥见嘅遥远真实啦。我等先，既然遥远咧冇办法直接影响啦，咁点解盖奇斯咧可以达到嗰个世界，并且冻结冠军嘅灵魂，即系我嘅灵魂啊？啊，咁啊，盖奇斯原本系属于嗰个世界嘅存在，佢系通过一个装置咧，将自己咧逆向二次投射到梦中嘅世界当中啊。系啊，唔同世界我哋咧都系同一灵魂嘅投射啊。好似长得滞，你段嘢会唔会太长啊？好，冻结嘅力量，冰龙嘅冻结力量有住呢个观测嘅效果啊，咁样咧就可以位于唔同世界唔确定嘅可能性啊，会全部咧坍塌到佢所观测嘅太上啦，所以咧就冻结咗啦。OK， 好。OK， 我咁啊略略讲一讲啦，系啦，太长啦呢度。美梦神嘅力量嘅容器消耗咗大部分嘅能量，佢咧要慢慢聚积能量啦。正系我哋阻止佢嘅好时机，我哋都要去嘛。那个装置咧系一齐好，
之前都系研究咗啊，咁啊投射世界，不出意外咧，应该就喺嗰度啦。好，因为需要引导程序咧，冇俾人侵入，所以醒嚟咧早过你啊。我拜咗小圆同埋小瓜一齐去搵咧美梦神嘅羽毛啊，攞羽毛咧就可以哦梦世界呢一个系应该好，但系冇咩时间啦。哎，真系好想帮你啊，但系咧我已经帮唔到手，帮你祈祷嘅。好，终于完啦话。总之先去找小瑶和小光，不知道他们找到什么了。哇，很多东西讲他们。我们终于写小田卷。哎，小瑶很担心你，这个103的新动物，你有时间见下他，很开心的他。103，好，这个就是梦的实验室。好，今集时间差不多去了，试试非常长，今集应该好。下集继续，这个应该是二周目来的，是不是？拜拜。